关门方队友。我把那把药全部拿出来，看他回来没药了。你干嘛呢？你老是在蹦蹦蹦蹦蹦！哎，我以为是什么东西来了。咋了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干啥？抗焦虑。我被这两个人烦死了！你们有个手指呢？你们两个来破解谜好不好？道具你们全部拿了，你让我拿。我没拿呀，我什么都没拿。拿我！你拿三瓶小药。哇，我靠，好像真的。开门！我操！你为什么把门关了？你为什么把门关了？操！把我吓死了！快，我找到了，快来，这里，这里，对，这里，这里。你们在哪儿呢？怎么一扭头人没了？不管他了，不管他。幸好我不在。哥哥，哥哥，起立了，哥哥。在哪儿呢？强！呀呀呀呀呀！啊，这个 A。我救你，我救你！哎，谁在里面？哎，完了，你们把我坑了，把我柜子抢了，完了。我去一个，他进去了；我再去那个，你又进去了。你们两个刚就在这附近，怎么一下嗖的一下又不见？待在这里干嘛？胆子这么小了？你不说你胆子很大吗？哎，我搞个药。刚才一出去全红了。这是密码吧？十一点，时间是11:20。11:20啊！对了，走走走。走，跟着我走，跟着我走啊！哎，我看你两个了，我都要笑死了。不是，主要是一红，刚才只要一红，然后都是赶紧跑，都不知道方向就乱跑。这边。这里啊，不是这边啊，对对对，前面有狗，来了，快点狗在外面，我们 surprise motherfucker， yeah， what the fuck？